你八年前叫我等三天，然后现在不要对我死缠烂打，我就看你一眼。你跟我搞了4年的暧昧，为什么我们只能有那3天？如果爱情需要思考，这就不是爱情。你的幸福，你的快乐，我在乎啊。反正都是你妄言对，到最后就是我任性。我们之间已经来不及了，我现在有男朋友，是一个已经结婚的人。我到现在都喜欢你啊。